后面才有几帧？你是往前面拍的，往前面还拍，往后面的拍的。先等一下，先拍这边哈、因为这边还有一艘船。我跟你讲，假日上次要等了快30分钟现在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对。你现在是录影吗？对，这是录影的模式。我们上次还去漓江，还坐在最前面，哇，好舒服哦。